喂，大爷你好。我是56年的猴子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。56年猴子是吧？有灵性，就在你的小腹部上面，你的肚子经常不舒服。对，我的泌尿系统不好。看见了吗？身体上什么部位？台长第一句话就说他这个地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腰也不好。对。还有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的胆也要当心啊。台长，看看你的胆里面好像有小石头，明白吗？你呀，这个人呐，要稍微要注意点，要多念心经。你不大开悟，你太执着了，听得懂吗？哎呀，他边上那个人说太准了，太准了，太准了。哎呀，明白了吗？她是我妹妹。哦，妹妹们对姐姐最了解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你好好听啊，好好相信台长，台长能救你的啊。肩不好，肩膀，对，还有这个后背。我看看啊，左肩膀，左肩膀这里，这里，对对对，好了。还有我的脚跟，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脚跟。要命了，如果你全身都是病，我就一个个看过来了。脚跟，脚跟，属猴子啊？对，左脚跟也不好。我已经念了49张小房子了。啊，你最好就说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能够身体好。至于我脚上的毛病，不要说脚跟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想开一点啊，很多事情想不开的，所以造成了你的泌尿系统很不好啊。听得懂吗？你我告诉你，坐在马桶上都会想事情的。太对了，姐姐双手赞成。好了。好了。再看一下我的父亲。好了好了。台长，我爸爸，我那个香港法会上，我爸爸那个你给我看了以后，我爸爸说快投人了，然后就是我快要投人了，我们姐妹俩呢念了200多张现在，但是还啊，这是孝顺啊，孝顺给你看。谢谢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马赛宝，姓马，一匹马的马，比赛的赛，宝贝的宝。好像我给他看过了嘛。对对，4月9号。台长厉害吧？图腾上这个看过都有印子。我告诉你，马赛宝，上次看在哪里啊？快要投人了。恭喜你啦，阿修罗啦。好吧。现在不是马赛宝啦，现在马赛克啦。好了，谢谢，感谢观音，感谢师傅，感谢大师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多好啊！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好吧，你们就是住在这个旅馆里面，你们都有加持的。你们会很开心。你们知道上次那个？就是一个小孩子嘴巴戴口罩的那个，他住在台长在香港的酒店里面，他住在台长酒店里，那孩子就一直要一离开台长，他就找，那天他找台长楼上楼下一间间房间找了2个小时。我告诉他说他看见台长他就很舒服，一离开台长就不舒服。你想想看，气场很重要的，明白吗？31号最后一个。